加嘎，哇，还是普马啊，普马侠嘞。哇，有人问的比较深入的问题啊，他说二手车行哦，钱是怎么来的？通我这样子哦，我公司是独资的，我不跟人家合股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我觉得合股都是最后都可能都会有问题。然后银行贷款啊，房贷啊，一压再压，一贷再贷啊，就有钱了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们每个人都比我有钱，好不好？我是负资产，用负资产来赚钱换饭吃，这样哦。所以不要觉得很多朋友都想说，哦，小师你好有钱，不是，真的不是。我看起来会觉得有钱哦，第一个是因为我本来我就很不计较钱这个东西，我最讨厌把钱算得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反正你们全部在场的人，搞不好几乎都比我有钱，因为我的钱是负的，所以不用想太多，好不好？我没有钱。新车选红色皮椅会不会影响车价？看你的车款。玻璃破掉不会被判定成事故车，板件才会。20万内可以买到大概08年左右的 Wish， 25万可以买到10年的吧。0910的神 A， 25万的 Artis， 这个 Artis 哦，我再分享一下，一般国产车、中古车，只要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的里程数，你一台中古车回来要花个，我觉得要花的3到5万来翻新，都是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你觉得25万呢，是可以买到08年的 Artis， 还是09年的 Artis， 还是10年的 Artis？11年的 Artist 那不重要，那要看说他整理到什么地步，你回来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整理。我觉得这样子的答案会更加准确，因为常我会收到很多讯息，这个讯息量很大，3天2头就有问我说，小师哥，我在宜兰哪里看到一间车行卖的 Artist， 好、哦，他可能是10年的，卖25万，请问这个价格合理吗？可是我坦白说啊，或许好一点，他又贴个几张照片给我。那说实在，我没有办法从照片里面去看到说他这台车到底帮你做了换了多少的耗材，哦，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25万合不合理。那我只能单就于一个市场的行情、二手车市场流动状况去告诉你。像刚刚我回答哦，你大概可以买到09年、10年左右的 Artis 是25万，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你25万买到的车是有没有整理的。好不好？因为这个话题太广泛。那像之前哦，我忽然想到，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以前我会在 YouTube 拍影片的时候，我会去分享每一台车的零件的价格，有没有？我说哦，你回来如果这个车回来换发电机哈，大概要花多少钱？然后我后面会备注是原厂的，然后换皮带什么，我后面备注副厂的。好，那避震器换一支多少钱？我后面会备注哦，是贝斯登的还是什么牌子的？我是不是都会把零件的那个正常副厂还有它的价钱会大概秀一个表格出来给大家参考，对不对？如果以前有看过影片，你知道。然后有没有发现我很久没有做这件事情？好，大家知道为什么很久没有做这件事情吗？是因为有人在下面留言，他说哦啊，你这个零件价目表啦，贵的你就写副厂的啦齁，便宜的东西你才用正常的啦齁啊，也不是大部分都正常的啊，对不对？啊，你这样写出来要误导消费者，好像说哦，这个车保修很便宜不贵。问题是你压缩机你写副厂8000，你总不写正厂3万，对不对？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哦，我觉得攻击的，我不知道攻击的是谁嘛，反正也有可能有同行，也有可能是修车的啊，我不管啊，就是会有一些人会出来讲这些事情哦。但是其实我是这样讲哦，一个零件，我之前有讲过，你买二手车或你的车已经是二手，就是已经是旧的车子了。当一个零件坏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经验，你才能够去判断说这个东西我要用正常的好，还是副厂的就可以了。好，或者是甚至牵涉到说这个车我还要开多久，对不对？我花这个钱下去划不划算？你如果这个车只打算再撑个2年就要换车，有这个想法，那你为什么要什么都要换正常的？对不对？你用副厂可以撑这2年就 OK 了嘛。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还要牵涉到说部位嘛。像刚刚跟豪讲，跟安全有关的要用正常。那我通常我都是跟消费者分享说，你不会去区分哪些东西没有关系。你就记住跟安全有关的，或者是说电子零件、电子仪器相关感应器，
你可以去，你可以用正常的嘛。但是一些那种机械三脚架啦、力压枪啦，一些机械性的东西，或是它坏掉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安全的机械性的东西，你可以用副厂的嘛，甚至用改装厂的嘛。那引擎脚正常，像伟乐讲引擎脚正常好还是副厂好？我告诉你，看车种。像我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汉达的车系引擎脚基本上千万不要用副厂的，尤其是雅阁 CRV。因为雅阁 CRV 的引擎脚，你如果换副厂的，你换的等于没换。再来第二个 ，Vios 正常的引擎脚跟副厂的引擎脚，靠腰一颗差没有几百块，那你要用正常还副厂？你倒用正常的嘛。好，所以要看车种，还有看它的价差，还有看你打算开这台车还要开多久。我觉得这，我跟你讲啦，这刚刚有人讲酸民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个秘技传授给你，不知道感恩，然后你还要上来在那边盖盖叫。那个 Ken 说车机坏掉导致车上喇叭全烧坏的案例是什么车啊？我怎么觉得喇叭烧坏这种事情基本上是非常难碰到，大部分我遇到的比较高级的车款，有的有内建扩大机，大部分都是扩大机烧掉，或者是扩大机的保险丝烧掉，好不好？反正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依照经验依照选择啦。那你们在外面为什么说你们要慎选好的保养厂、保修厂？就是这样，好的保养厂它拥有好的经验，所以它可以告诉你什么东西用新的 OK， 什么东西用正常的 OK， 什么东西用副厂 OK， 什么东西台湾的制造的能力，其实你选副厂的就可以了。像我之前有分享过，其实台湾做水箱就很棒，台湾的水箱技术真的算是数一数二的。那你水箱为什么你一定要拿正常？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台湾水箱做得很好欸。对，所以说其实你选到好的修理厂，他就可以去给你意见。像我今天我如果知道雅阁千万不要换副厂，我就会告诉你不要省那个钱。我记得雅阁正常的整个换起来好像是大概3万块，副厂整个换起来大概一半钱，15000左右。可是我会告诉你这15000不要省，因为你要省这15000你干脆不要换，因为换完跟没换一样抖，真的一样抖。如果线上有人开过 Honda CR-V， 雅阁有换过引擎脚的，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怎么判断前避震器需要更换？就有异音啊，然后或者是漏油啊。如果你没有异音又没有漏油，基本上不用换，除非你又觉得它没有异音没有漏油，但是它的余震，你在过一些减速坑啊，或者是坑洞啊，你会觉得车子的余震很大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换。副厂零件仿冒正厂零件包装及贴纸。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通常像我啦，我自己店里面在拿零件，我都是找非常老牌的零件商，就是在这个行业可能已经20-30年以上的。那这种东西，这我觉得这个跟买中古车一样，他一个老店开这么久了，他爱惜他自己招牌，他配合的这些车行，因为相信他跟他拿材料，如果他拿到这种东西给车行，然后被踢爆的话，那这家店我看这个名声也不能做了。Fiesta 手牌非常保值啊，在我这里非常保值，有些车在我这边很保值啊。哦，讲到这个，刚好被这个荒命带出来哈。前两天有人在我的粉丝页跟我讲说，欸，小师哥，那个我在现代 i10 的社团看到有人讲说，哦，你影片啊是骗人的，说有几台 i10 就来几台收几台哦。他说他上个月一台车给你，你不收。那基本上哦，我先讲，我忘记嘴我不收这个人，我到底有没有跟他估过车啦，我已经忘记了，我坦白说。那我有试着用他的这个账号去找我的我们的记录，就是对话记录，诶，有找到这个人哦。他说，小师哥，我有台车要卖，可以去给你看看吗？然后我就回可以哦，然后就没了，就结束了。他说我，诶，他有说 i10 吗？其实我也忘了，反正他就说他可不可以来估车，我说可以啊，这样就结束了。那也许有来哦，那我是跟大家分享，诶，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觉得那就算有估，有可能是几个原因嘛，一个车况不好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价钱谈不拢。那我觉得价钱谈不拢的成分大啦。因为为什么哦？我那时候拍那个 i10 的影片，泰山那是几月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好像记得我说一的说13万，对不对？啊，两个月后，妈的，你一的还要卖我13万吗？啊，到了明年，你说小师哥，你去年的影片说11年的有13万啊，今年我还是要卖你13万，有这样吗？对不对？价钱都不会动，没有错吧？
啊，你不能啊妈过三年，对不对？啊妈，我孩子都长大了，干还妈还开 S 啊，要买有13万，行不行呢？所以有时候就很奇怪啊，我也搞啊，反正不管，我不管结局怎样，反正就是一定是价钱没谈好啦，对不对？如果价钱谈好的话，他就不会在那边该了嘛。对啊，两个月价钱都不会变哦，两个月你知道台积电都妈的从几块变到几块吗？啊，市场都不会变动啊。其实我已经忘记有没有来估过了，也许是我们里面的人估的，也不一定啊。反正哦，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价钱本来就是会变动，没有什么好嘴的啦，真的没什么好嘴的啦。我有去回啊，我说不会啊 ，S， 如果你开来，我会没买的原因只有几个嘛。第一个，车况不好嘛；第二个，车主太鸡歪嘛；第三个，要卖太贵嘛；或者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以上皆是嘛，对不对？车况又不好，车主又鸡歪，然后他妈又要卖很贵，也许符合三项都符合啊，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不买？啊，车况好啊，价钱谈得拢，车主又不鸡歪，我为什么不买？啊，我会不买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啊，也有可能是他妈。车主觉得我们太鸡歪不卖我、啊，有可能啊，对吧？会就是卖哈嘛，不管是我跟你卖哈，你跟我卖哈，还是咱家私拢卖哈，对吧？啊，卖哈就妈买卖不成仁义在啊，在那边嘴什么？不是啦，我觉得那个不合都还好啊，不合就算了啦、啊，妈去哈啦那些不是很无聊吗？我真的觉得哦，我这样负能量再这样下去，我跟你讲，我真正我也变馆长，大家拢开直播咧干胶，你知道？可以麻烦我带找老车的零件吗？可能没办法、欸，我也没有管路。对啊，我这很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还不想讲。昨天我们采购去彰化也是孤哀时，妈就你知道电话讲好高铁下去，高铁回来什么小也没有，讲好的价钱，然后客人说太低，啊奇怪啊，头到尾价钱都两个人讲好瞧好的，然后又太低，啊我就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啊，去到了他妈现场连电瓶都没有，然后我们采购妈还走了一公里多。去抱了一个电瓶回去帮他接，然后回去说哦，价钱没他，你听得懂对不对？一趟高铁下去啊，我们时间都不是时间啊，这时间我在家睡敢没睡到饱啊？我们在家睡觉会不会至少还比较饱？我妈我在公司打瞌睡，至少还补眠呢。然后隔天还传讯息给我们说啊，不然这样高铁钱多少哦？这个造成你们损失，抱歉呐 啊高铁多少钱我帮你们出啦，对不对？高铁的金额可以计算，诚信有没有办法计算？信用两个字值多少钱？你可以跟我讲吗？不是，我觉得你觉得车价太低可以沟通，那价钱谈不拢，我们回来那就算了，对不对啊？如果是在价钱谈拢的状况之下，你又告诉我说哦太低哦，你不想哎、欸、你不想卖，你谁跟你讲说不要卖哦？我谁谁谁跟我讲不要卖啊？你回去啊，高铁钱我帮你出，什么意思？我之前还遇过一个年轻人来看车。他买了车哦，订了车。我订车，我还跟他讲说：“哎、欸，你很年轻，你确定家里知道吗？”他说：“知道。”我说：“那你确定你要买吗？”他说：“我确定啊，因为我就是需要一台车。”我说：“你不用问一下家里吗？”他说：“这个，我自己出的钱哈、哦，不用家里那个。”好，付了定金好像3万吧，然后回去了。隔天跟我讲说，他爸爸不准他买，他说他想要退订。那我跟你讲啊，我没有在吃人家定金的。我从来没有在吃人家定金的，我吃你那两三万块，我不会变有钱。我就跟他讲，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做事不能这样。我就跟我的那个服务人员讲，我说我们最后还是要还他，可是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刁难他一下。那我刁难他不是为了要刁难而刁难，我是觉得说你出来，我们你已经满20了，你是有法定的，你签契约是有效的，也叫你想清楚了。然后你把契约签下去，不是你现在出来说我不要，我爸叫我不要就可以不要。我只是想要教育他说，你是遇到我运气好，但是你在外面照合约走。我跟你讲，照合约走嘛，你告我啊，没关系，照合约走，照合约走，你这个钱就是拿不回去嘛，没有错，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原因的反悔，要不然要定金干嘛？我收定金干嘛？啊，我们签合约要干嘛？好，就是为了买卖双方都有保障。我也不能说，哎、欸，不好意思啊，哎、欸，那个林先生，你昨天来付3万哈、哦，你这台车今天有人出高3万买，所以哈、哦，我卖给他啊，我3万还给你，动作不惊讶呆机啊，我卖更高的。可不可以？不行嘛，因为我们已经签订契约，多少钱你也付了定金。好啊，屌啦、啊！当天下午哦，一个立法委员的助理就打来啊、哦，我是向立委，我还用松山的，好，我也没有把他妈名字讲出来，就算了。
打来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收到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陈情呐、啊，陈情呐、啊，哈、哦，哎，说什么有我们有个谁谁谁在里面买那个什么，你三万啊，什么不还给他？我讲阿、啊、你立委助理哦，嘿啊，合约是啥物物件，你知无？我说啊，不好意思，我知道啦，这个照合约走哈、哦，怎样？你一定是不用还他，可是哦，我们接到民众的陈情，我们就是要帮他处理的哈、哦。那这个哦，我跟你讲，他们都这样啦，立法委员助理以后哦，看大家能够怎么配合，能帮得上什么忙啦哈、哦。然后这次哦，就先牛兰救鬼一下，啊暖啦。哦，我听他鬼八回，我说你应该知道这个走法院，我是不用还他啦。他说知道。我说哎、欸，你这样子的爸爸要怎么教小孩？你教你的小孩说你出去跟人家签了合约付了定金是可以反悔的，只要你去找立委陈情，他妈就可以反悔啊！你怎么教你的小孩？我有供啊，我就直接跟那个助理讲啊，我说啊，现在的人是这样教小朋友的吗？是教小朋友可以出去他妈签了合约，然后只要回来撸小一下，对不对？撸一下，然后他妈就可以退定金这样啊，签了合约就不算撕掉这样，这什么教育啊？我有跟那个立委助理讲，我说其实从头到尾齁，这个钱我都是要还给他的，我只是觉得说我晚个一天两天给他，我要让他知道说这个事情不是我应该这样做的，是你遇到我才会这样做，不是我应该要这样做，我真的没有那个立场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必要做这件事，你不然你去告我、啊、你用什么立场告我？所以我常常在讲齁，我们这种有时候做这种服务业，就是我们明知道对的事情，我们是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去靠腰他，我们是对的事情，我们还是必须要妈跟龟儿子一样，就这样啊。没有啦，最后还是还他，因为我从头到尾我就没有打算要那个钱啊，我要那个钱干嘛啦？我就说拿那种钱我没好要啦，真正啦。16年 CT 应该40万左右吧，要六安的哦，齁，六安的40万左右。你看像那个，我记得以前哦，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新闻最屌，以前有一阵子啊，车上的那个音响都会被干。你们知道吗？有一阵子很流行，因为那时候那个影音系统有时候改音响啊，影音系统那时候很贵，那时候、哦、原厂的 Wish 一套影音系统要8万，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在干，你知道吗？有一阵子嘛 ，CRV 的那个行车电脑会被剪掉、被干走啊，然后那个宾士还会被干马库尼啊，干东干西的。有一阵子哦，很猖獗啊，车上行窃很猖獗的时候，我音响被干过啊。我跟你讲，你去报警没有用，那东西找不到，绝对是找不到的啦。有一次新闻有报说胡志强车上音响被干走，有没有人有印象这件事？我想隔天就找到了，我他妈的，我喜美车上音响被干走，报案报到现在，他妈警察也没有跟我讲说找到过啊啊！我大概20年前我的音响就被干走了，到现在他妈还没有人通知我说找到了。小师，我请问你，我跟人家买水货车付定金，业务说定金可以退，结果我不买，他不退我，叫我啊。来啊、这个我之前要讲一直没讲到，刚好君凯张凯君，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刚好遇到一些案例的问题。第一个，他说有人说他买了一台车齁、哦、小师哥我去哪里齁、哦、树林哪里买一台什么车，诶，水箱破了啦，然后他妈冷气不冷，然后我现在要回去找车商，他说这个是我自己要处理的，请问小师哥我怎么办？那我说很简单，我说那照合约为主嘛，合约怎么写？后来我当然我看的那个合约上面里面就是被写现况交车嘛，我说哎，这合约就是没保固啊。然后那个问的人就说，可是我当初买车的时候对方业务跟我说有保固一年，我说哦，那合约没写就不算。你去买，他去买订车的时候说，那如果这个利息太高，贷款利息太高，我定金可不可以退？对方业务跟他说可以退，结果真的贷款不过，他说啊，是你的关系，所以没有退。好，我不管，就是不管你以后去买车好不好，你跟谁买，他讲了什么天花乱坠的话，你要记得要写在合约上好不好？合约没写都不算。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避免各说各话。你来跟我买车，小师你当初跟我说他妈的我跟你买车保护一辈子，我说我没有说啊，然后你说你有说啊，啊不就变模糊账？你说报告啊，规世人你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说什么三明拍摄对不？一切都是沾迷拍摄对不对？就类似这种东西嘛，哦，嘴巴讲的都不算啦，可是他有写，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诉诸法律行动嘛，就是这么简单啦、啊、对不对？要多个保障嘛，好不好？要记得合约不管讲什么，要送什么东西，哦，他要帮你换影音系统，他说要送你隔热纸是什么型号也要写嘛，对不对？要把你贴文具行的那个设纸有没有？以前小学在做那个
美术的设纸帮你贴贴，也叫隔热纸嘛，对不对？好，你要隔热纸型号，要送行车记录器，哪个牌子什么型号，对不对？要送你帮你换轮胎是换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你都要记得合约要写清楚啊。那最好最好一定要签定型化契约，好，就是照合约走。我觉得合约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保护消费者而已嘛，也保护车商啊。要不然像我刚刚讲的，你回来跟我说，小师哥，你答应我要照顾我一辈子，哦，我照顾我的车一辈子啊，我怎么办？对不对？当然要照合约为主，合约没写就是没有嘛。啊，合约写的越细越好。叉 C60 2013该注意什么？变速箱要试一下，还有那个排档。叉 C60 哈，它有一个排档电脑要注意哦。那排档电脑坏掉的话，会没有办法排。二手 GTI 真的不好养，不好养啊。旧的凯宴好开吗？我那台白的很好开，我觉得要看车况，车况好的比较好开。金龟车不好养，其实你们，我觉得很多车都是这样。你们看它很帅、很漂亮、很棒，跑很快、很性能。可是像你刚刚的那个 GTI 来讲，那个车是五车，五车的意思就是那个无力的五嘛。那五车的话，你如果今天是二手车的话，你要很注意它有没有改装啊，车况怎么样啊？是不是是被人家他妈改过又改回来的啊？甚至有一些比较要求的哦，他晶片去写一阶、二阶，对不对？然后正常来讲啊，你一阶一写到二阶，你可能这个卡钳也要改，铝圈也要改，碟盘也要改，避震器也要改，对不对？结果呢，他要卖车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拆，安全性的东西都拆走了，只留下你一个原厂车的样子，然后你是二阶的晶片。我跟你讲，你开那个车没多久你就撞到了。为什么？因为车太快刹不住，因为晶片写进去没办法改回来嘛。那问题是他其他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底盘刹车性的东西他都拿走了，他都改回原厂给你。然后你去买的时候，业务带你去试车，哇，油门吹，哇，干，那 GTI 加好照，买了。结果妈，你回去没多久就撞车了。野马 2.3 会比福斯好养吗？我觉得差不多欸。改过的车还有价值吗？之前分享过了，我要看你改的东西品味怎么样，东西的品牌怎么样，还有你的照顾车的水准怎么样，好不好？都有影响。哦，那买新车没有问题啊。买新车就是自己的，买新车就是从自己开始的，那没有问题啊， GTI 就可以买了。但是我讲的是你在买二手的时候就是要注意的东西很多。那刚刚讲金龟车是因为金龟车它真的上面一些环保材质真的很麻烦，那非常有爱，要照顾它非常，不是说它问题很多，而是它老了就是搞毛病，然后妈的加呼吸加吹气，你就会很麻烦。C-X5 现场一台13年的，最近可能会上架。新手代步车，其实你只要找日系的 CC 数在1800以内也都没问题。06的180好养啊，啊，注意风箱有没有漏，然后那个凸轮轴感知器、曲轴感应器注意一下，烤耳注意一下，水温注意一下，好养啊，那车好养，不省油就是了，因为老车都不省油啊。都没看到小师哥介绍 CRV 的车，我跟你讲 CRV 就是大台的 HRV， 所以我已经介绍过 HRV 就不用介绍 CRV 了。好，然后我已经介绍 HRV 呢，我就不用介绍 FIT 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欸，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是观察力太薄弱，还是说我这个人是他妈了无生趣？我就觉得我已经介绍过 Vios， 我就不用介绍 Artis， 我介绍过 Artis， 我就不用再介绍 Camry 了。那我介绍过 Camry 呢，我就不用再介绍 ES 了。哦，我介绍 ES， 我就不用再介绍 ISGS 了。哈，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啊，就他妈一样的东西慢慢放大这样而已，有没有？对不对？那 CT、Civic、Accord 啊，这样放大而已啊。没有，我觉得车厂它有一个特性，你同厂牌的车真的开起来特性会很相近。那唯一的差别可能就在于排气量，在于这个车子的轴距空间上面，可能开起来会很不一样。但是引擎的调性啊，变速箱的设定的那个习惯性，档位的转换，基本上我觉得同厂牌都差不了多少。我的感觉是这样啊，我觉得同厂牌设定出来、调教出来的那个变速箱引擎特性，基本上底盘特性，我觉得都差不多啊。我坦白说，我如果是车厂，我也会这样啊，不是吗？小师做出来的衣服就是这样，我再怎么变，我做出来的衣服还是差不多是这样。对，如果我今天我是车厂，我坐车，我也会这样啊。每一台车开起来的调性都是小师的调性，都是小师喜欢的样子，对不对？宾士的 E200 为什么后面会贴 300？ 这很正常啊。我有看过亚律斯换那个宾士 A250， 亚律斯后面贴 A250， 我有看过，我有看过 A250 后面的 Mark 换
Toyota 的 Mark 啊。可是听说现在哦，验车啊 ，Mark 如果不对的话，不能验车哦。原厂漆卡轮胎油无法处理，要重新烤漆会影响售后价格。会啊，会影响价格啊，因为要回来要烤漆啊。哇， 06年 S40 很旧了呢，有什么通病哦？那个车我以前换过风箱啊，然后我觉得那时候06年 Volvo 应该还好，就是一些耗材而已，不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何发现引擎号码有磨掉重打？磨掉重打会有痕迹，或者是字体会不一样。欸，有人请我宣导一下高速公路好不好？龟速车不要开快，我自己也常遇到。我觉得这东西是这样啦，其实我自己解读不一样。事实上齁，依照正常来讲，内侧车道本来他说就是超车道啦。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台湾车流量真的太大，你如果要一条快车道空在那边，基本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没有德国那一种交通观念啦，那种交通观念，那我自己解读是这样，你开在快车道 OK， 如果你的前面好，你的安全车距之前整排都是有车的状况，那你维持同等数，我觉得那就算，因为我不能叫整排车都让开让我过嘛，我是这样解读啦，但事实上应该是要整条是空的啦。我跟你讲，开限速算龟速车吗？我跟你讲，算，因为你的速限，你的表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表，你的里程数并不一定是真的，也许你的里程数你看了，你觉得你开110你觉得很快，其实事实上你可能只有100公里而已，你还是挡到人家了。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在限速，除非你超速嘛，你超速说干我已经开180了，他妈的在快车道了，你还要我怎样？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龟速车嘛，好，龟速车就是他妈你就是没有低于速限，但你也没有到达限速，然后你就在那边慢慢开，开快车道，你可以去中线或是外线。可是啊，我觉得我在路上也看过一种人很没有品，人家明明已经开到中线，开到外线，然后人家开90、80，你还在人家后面贴着车子，闪大灯，按喇叭，我靠，这种人都没水准。干，我在慢车道，我只要不低于这个速度，那个限制的速度，然后我也不超速，我开90，妈的，你贴我车，你按我喇叭，你闪我大灯干嘛？我刚刚就奇怪，啊，就明明你踏车，全部拢车，啊，你都要底下人贴，啊，底下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好，我觉得这都一样啊，你要规，我觉得中外线车道规没关系。好，你就是只要不要低于那个规定的速度就好了。只是我觉得人家已经在中外车道，你还去逼人家车去闪人家大灯按人家喇叭，尤其水泥车、砂石车、游览车，好，因为他们不能开快车道，他们只能开慢车道，所以他们都很常会去贴一些自用小客车贴得很近，然后去按喇叭，他们他妈喇叭都受大声的。那个喇叭我曾经看过一台小鸭，有没有，他开在那个慢车道啊，然后后面一台砂石车就黏他超近，你知道吗，然后就看到那个砂石车按他喇叭，你知道吗，按喇叭很大声，嘣，然后你就看到那台小鸭吓到，有没有，那个喇叭真的太大声，没有啊，反正哦，快车道就不要站，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开很快了。我也遇过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就觉得他在油车河，然后快车道这样，诶，哦，然后我开过去，我通常哦，我遇到这种，他前面都没车哦，然后遇到这种我开过去的时候啊，我会玻璃看一下妈在干嘛，然后通常那种人就是这样，他也不会看别人，他就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跟你们讲一个秘技，好不好？在台湾开车的绝招就是超车道是在最外线，检举达人，只要你不违规，你就不用怕检举达人，他们是热心，好不好？他们非常热心于这个社会的进步。好，就正因为有这些检举达人的存在，达人之所以为达人，就是他们做一件事做到非常淋漓尽致的一个状况，好吧？他们有付出他们的时间，为了我们的生活的秩序更良好，所以他做了这个动作，我们应该要谢谢他。那今天在这么正能量的发言之后，我们的节目应该要接近尾声了。好，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有 call in 吗？哎、欸，哎、欸，来 ，O A 来 call， 连起身心。好啦，晚安啦，晚安，晚安，好不好？谢谢今天大家收听啦，哈。大家晚安。